可以直接吃，然后可以煮一下或者是煎一下，它味道会更好。等我一下，好了，都打开了。这个汤特别特别的鲜，这是黄，这是蛋清，这蛋清像是有血管的那种感觉，反正很有营养，这个活珠子。这个要是煎一下吃更香，撒点烧烤料上，绝了。这个也能吃，但是太硬了。